到了立法院院长之后呢，我终于有一次跟他近距离接触了。为什么哪一次？就是这个，我就知道。我觉得他态度不一样，他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然后保护。现在只是枪声刚响，对，起跑而已。所以我还蛮期待人哦，顺风顺水过惯啊。他连做坏事的技巧都不讲究了啊，就是不演了啦。天哪，就不演了啦。你有没有一些看法？我这个他到了立法院院长之后呢，我终于有一次跟他近距离接触了。为什么哪一次？就是这个大甲镇南宫的这个起价。我就知道，因为我看我就想我今天要问你，因为我知道你有去跟，因为我是妈祖林会的秘书长，对，你也有去跟大甲妈，对。然后我想说韩国瑜，因为他有去服教嘛，然后他非常正式的穿着西装打领带，对，然后呢，我觉得他态度不一样了，他整个的那个样貌也都不太一样了。你说精气神，对，他真的是以这个应该讲说，保护这个位置，好，他不能做行差踏错的，这个让院长的这个位置，好，这个有所损伤，好，我觉得他有在保护这个位置。那我觉得保护这个位置，对，不是保护他自己哦，是他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然后保护这个位置。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是国家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能不能监督这个政府在法律的不管是立法修法的过程里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意最高的民意机构，而且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我有看到他对这个位置的那个慎重以对的那样的一个态度，对，这是我近距离的一个观察。然后加上我们觉得我所以我认为韩国瑜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人生的几个起伏也让他不断的吸收，然后增加了功力，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有了这个立法院院长的这个新的角色，我相信他会往好的方向走，就我那天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而且事实上，这是至少4年的马拉松比赛呢，现在只是枪声刚响，对，起跑而已，起跑，对，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观察。所以现在你说他好或说他不好，我觉得都太早，我觉得给他一点时间。而且我认为他的家里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下一代，也会给他一些不同的这个建议，那这些建议也会让他的那个家族的思维可以更立体，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样。所以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习惯他现在脱胎换骨的样子，不能讲脱胎换骨，他如此慎重的看待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这个态度是对的，对，因为服装是一种语言啊，对，所以他坐了这个位置之后，他在服装上的一个自我要求是代表他也是一种他的语言的一个表达，态度的一个表达。我想你看了，你看也行。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他一点期待，给他一点时间。因为你但是要观察，要仔细观察，因为马拉松是至少4年哦。没错，而且因为美人姐刚刚提到说，你觉得他很保护立法院长的这个位置，然后有为有守。但是因为最近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哦，包括是蓝营人士，他们那些立委就觉得说啊，是不是韩国瑜太中立了，都没有站在蓝营立委自己人国民党这边，所以就当然前两天呢就引起了一些风波。所以美人姐觉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营的立委呢，我对他讲法没有意见，他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尊重啊。但是我问一下我们全国人民，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立法院院长是中立的这个角色？希不希望？你希不希望？我希望。我那时候在政论节目，我第一时间就讲说，意识中立怎么了吗？所以，对不对？而且我先说，我们大新闻大爆挂当时做的线上民调，2个小时投票下来，将近70%，68%的人认为韩国瑜没有问题，他遵守谨守意识中立。所以我回过头来刚呼应我说，他对这个位置非常的保护。对，那这个位置对全国人民对这个位置的期待是不是中立的？是，你就继续做，那其他声音就不要听。对啊，因为人民对这个位置是期待的，只是过去因为都做偏了或者是什么，没错，把这位置做小了，没错，没错。所以你要重新建立起人民对立法院的一个尊敬，跟一个对这个院长这个位置的这个崇高，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点一点累积上来的，可是你要毁掉就是啪一下子就毁掉了，多么困难啊，对不对？好，要建立这个信任多么的困难，我们应该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那个蓝营的立委这种话就不用跟我讲了。好，那在这样不太激动，还好啦，太轻松了，你正常发挥而已啊。这种话我们就保留，持保留态度，这样不像政客啊，对，关腔关调的。我喜欢那尴尬啦，啊，我们在立案那尴尬啊。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样的想法是对的，也是符合人民的心声，现在不是流行加疫嘛，你就加吧，对不对？就好了。所以美人姐也觉得3月15号那一天的总质询事件，明是民进党立委自己迟到，然后就怪韩国瑜，所以你也觉得民党有点瞎，站不住脚，因为韩国瑜是按议事规则来啊。这也是民进党遇到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人哦，顺风顺水过惯了啊，对，他连做坏事的技巧都不讲究了。哎，这样讲吗？对对啊，就是不演了啦。天哪，就不演了啦，对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其实不是国民党要不要这个让韩院长怎么调整，其实比较困难的是，民进党的立法院的这些委员要调整好，因为现在跟你们过去8年是不一样的，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行政院的官员也不一样了，好，这个时空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立法院的生态也不一样了，所以其实要调整比较大的，反而是绿营的人。对，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其实还没有试图要调整？哎，我先不是说民党的立委了，那包括的民党的官员也是，因为这一波质询下来哦，看到哇，从院长啊到各个部会首长啊、次长啊，全部都是战狼上身哎。然后就完全是站到底的那种姿态哦，而且已经好几位官员了，就是质询时间已经到了，你知道都被请下台了，还在一直念、一直讲、一直讲。对，所以我美姐觉得这凸显什么呢？这凸显过去八年呢，这个没有，就是说一党独大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事情。嗯，对，嗯，所以现在已经调嚣张惯了。对，就是说没有的监督，然后他们认为这样子才是一种 我觉得应该想说，既然给了，因为一党独大，所以给了他们这样子嚣张的空间，对不对？可是未来已经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还不改的话，那人民会给他很大很大的一个指导。好，因为立法院绝对是反正今天，但是我要必须讲，就是说在野党要监督这样子的习性的执政党，你要更用功。对，对，你要。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哦，我这个什么高金素梅是我的偶像什么？因为我对用功的人我都是很崇拜的。对，所以其实也有几个像林淑芬也是用功的，虽然他是民进党的。对 ，OK。这个我也是会给 高度肯定的，只要你是用功的立委，其实选民会看在眼里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在野党呢，要未来监督这样子习性的执政党，你一定要更用功，你要有所准备，不然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立法院长韩国瑜刚刚我们都提到了，说他这一路走来也是战战兢兢，那目前看来可表现可圈可点，评价还不错，但是还是要观察，因为我讲了这是一个至少4年的马拉松，对啊，所以我们尊重他跑步的节奏，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给他这个空间，好，他应该会调整得很好，因为从他上来之后的不管是服装态度立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是给予肯定的。对，但不可讳言啦，其实你不要说绿营，其实蓝营也是，是说算是一般民众都是也是在拿放大镜在看韩国瑜，那更别要说民进党了。其实韩国瑜从他当不分区第一名，然后选上立法院长，这个对民党来讲呢，其实黑韩产业链从来没有消失，甚至一直在蠢蠢欲动。何处不黑韩？那到现在，包括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专门要做二鬼外交的这个基金会，在昨天我们看他选出了董事长，就是韩国瑜。那目前看来，这个态势，因为他跟他所提名的这个执行长卢业忠卢教授两个人是同进退的，所以现在看来绿营可能也要放手了啦。那我在这边想要请教美人姐，就是说一路看得出来，他们小动作不断，就是卡韩黑韩。
谈，那这件事情上面显然也卡不下去了，因为你一直你好好的保护你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不是你韩国一个人的，这是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院长的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个位置，那你只要做好保护这个位置，我告诉你那些黑韩卡韩他贴不上来啊，他就贴不上来，所以其实你不用去回应他们那些，你把这个位置做好做正，那他目前看来好像也就是这样做，对，你就是这样做好做正，如果你不是做好做正，然后呢民意对中立的一个立法院院长是有期待的，你觉得他会让你民主基金会吗？嗯，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才是你真正可以面对卡韩黑韩的最好的一个对付的一个方式，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也不知道这样子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就是在你的节目大放厥词了，好不好？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打造有感每一天，小包装好携带，成分天然零添加，无西药，不含重金属，安心食用。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心动了吗？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